我哋有一题，我哋可以答到你最近的好感对象是，我哋可以写到。等先，等先。而家系咪我哋好了解？欢迎大家收睇《我家三姊妹》。我哋就会有呢一个三姊妹一起玩 Who knows me better 啦，咁就 Who knows me better 啦，咁我就会提问嘅，佢哋就会写低啲答案啦，睇下边个了解我多啲啦。第一题，我最中意做啲乜嘢？系计分制嘅呢个系？系啊，计分制。我唔识写啊。你寫啦，你寫咗先啦。呢題一定啱。寫英文啦。如果呢題錯嘅話，你仲唔係我家姐？三二一 ，work out， 日日都做。咩叫 C move 啊？系心，死心。C 咩啊 ？C movie 啊？系啊。系 watch movie 啊，唔系 C movie 啊。唔系啊，两个都错啊！小六年班，两个都错啊！我最中意做嘅嘢，唔好嘈！我最中意做嘅嘢系唱歌啊！有搞错啊？唔系，唔会拗，唔啱咩？唔啱，好啱我呢个。唔得，我最好嘅朋友系边个？系边个或者边啲人？一个定要两个？可以两个。好朋友啊，系最好嘅朋友，留意系 best friend。我唔突然之间唔记得咗佢个名字，有搞错？我记得你嗰啲咩 Kitty 咯。我突然之间唔记得咗佢个名字。咩 check IG 啊？冇得 check tweet 噶。你唔识 tweet 啲英文定系你唔知佢系边个？唔系啊，我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字。三二一，数出嚟，数出嚟啦！快啲啊！呢个边个嚟噶？系 Yuki 同埋萧凡嘅。系啊 ，Yuki 啊，系啊。但系我唔记得咗点写。算啦，俾0.5分你啦。好咧，你有一分啦，依家。第三题一定答得中嘅。我几月几号生日？好，数出嚟，数出嚟啦。几月几日咋？数出嚟。冇错，我系1997年2月28号生日嘅。好。嚟 ，next 第四题。我最喜欢吃什么国家的菜式？好期待你会答什么。看看这个二十几年的姊妹情，十几年的姊妹情，谁会对。好，预备，三二一，抽出来。是心妈啱的，我喜欢吃韩国菜啊。台湾。我都喜欢吃台湾东西的，但是。你知道你啱啱你日日都在说我很喜欢吃台湾的东西吃的。但我喜欢吃韩国菜，都喜欢吃台湾菜。OK， 第五题，我是穿几多少号鞋嘅呢？好，得未啊？预备，三、二、一。等先，细仔 B 是完全正確的，是40或41号。咩？点点会做42号啊？咁你可能水肿啊嘛？你肿咗咪要着大号啲咯？肿咗点会着42啊？冇啊！我最多都系39至41咋。我肯定认住你42号。第六题，我身高到底有几高？好刺激啊！唔会唔知啩？呢个我成日都讲噶。好，喂，得未啊？唔使写埋体重嘅喎，写埋体重。好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164cm， 冇缩的话，我164啊。咩啊？差一 cm 差好多啊！我真系讲你163cm。咁咪讲咗164咯，依家我大学啦。咁大学会高一 cm 又唔见我。所以系细细 B 得一分。第七题。我想住几多岁结婚？理想之中，我想几多岁结婚？理想同现实系有差。理想之中啊！我叫啲嘢，好预备，系咪 OK 啦？三二一，28至30岁，26至27岁，好，
係新聞啱嘅。其實我最理想嘅結婚嘅歲數係27歲咯。嗯，係咯。O K， 咪就係咁咯。仲有4年啦，佢。好啦，正相題。我諗住生幾多個小朋友？好得未啊？你點解咁耐啊？好，預備，三、二、一，兩個，兩至到三個以上，或者有咁多生咁多。好啦，係心話啱嘅，我係想生三個小朋友，同埋至少三個咯。即係如果可以話，可以再多啲咯。如果我 available， 四年嘅時間可以儲1200萬出嚟。第九題，我最中意嘅顏色係乜嘢？呢题答错，我哋姊妹去情尽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耶，系绿色啊，啱啊，我最中意系绿色啊。第十题，哇，好难啊呢题，到底两个妹入面，我中意边个多啲？你呢个笑系咩笑啊？我预计到你写啲乜嘢，你啲应该会写自己或者写对方咯。好，预备，你好聪明喎、啊，呢、這个答图。好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吹出嚟。你唔好同我嗰啲 super 咩？好一样啊，系细细 B 啱嘅，我系两个都咁中意嘅。你唔好咁啦，你唔好拍扁。做形象得唔得啫？咩做形象啊？即系你觉得我唔中意佢？唔系唔中意佢，即系好 super 啦，拍嚟做咩啫？咁真系事实嚟噶嘛？我本身想答系你自己咯，点会系讲我自己啊？但系我觉得我要维护下我自己嘅尊严，缩小我自己。唔系啊，印证咗佢童年嘅叛逆时期。唔系啊，我童年最难忘嘅回忆，唔系系。